好用啦，厦门人好用，伊到台湾是真诶，只顾一笔天用，安尼讲哦，一笔天用诶，啊，所以很多天红光，用，很多要，很多要，天红光用，我怎么办？正如不后翻河，树欲不回家，树不回枝，真正风住会讲安尼讲。用一支言下的这种，以我无力于行，公子那个男人讲，诸葛一边来讲，助人三分即水有，你若要一千三分，你总是挂干眼皮嘛，你一定要找我，啊不，我有力量讲，啊，我何妨何事如何在下，我必然是你，破我一下。哎呀，现在嘛，可能我妈就是叫他肉，把人体会甲讲，所以反正啦，哦，有著困难，咱就过来话，唔贪，控制住。当然会做些咩活啊？哦，我不帮我贪就会怕哦，我也保存，我也保存那个多钱啦。啊，这个事啊，就感觉我哦，我娘是不过后日就要来啦。哦，这人不可能用的，这是不乱做生活的习惯。如果这种人啊，还要哦，厌恶金钱，这款人啊，佮对善佮佮哦，做厌恶，就是在经营上不能安稳，安稳困难，无聊孤独冰坚，不舍过处处，压力孤独冰坚。软弱性的，软弱性的代志，啊，不想报仇，所以我这两个办法下这个，我讲好心药，我可以痛，阿你这个问题，有，先先实实做做，实实在在做，好，哦，他应该谈那个东西。没那么做啊！啊，谈弄你的话，我来给你，好吧？你这样子，啊，我这样子，爱心问题是就是那些，金钱给的客人，好，所以这用当然不变啊，当然不变，天地朝阳啊，树以上，所以人觉得啦，那不朽。哦，不要贫贱，不喜欢到处见的富贵，哦，不依一个一起叫来的东西，哎，天地朝阳啊，树木西山都不听啥话啊，刀地出口不少，连这种刀地生意啊，什么生意谈不来，谈不来，谈不来，这种行为是悖论，不但个人一心去喜欢，也是心灵玲珑。而且更不可能，而且更可能交给心爱的人，心甲动善。所以咱们要改，心若歪去，哦，心若歪去，心代表好之间呢，你就心爱连连，心甲动善，岂不是自作自受之苦啊？安尼讲不是自作自受，所以呢，哦。影片在年代过去，也就讲过，先作业与客户作业不合啊。咱今日主要是咱家己做作业，你对了呢？哦，咱若无做作业，咱没对了呢？哦，较无较早放心，不再失地啊。你若卖做作业嘞，到今仔日呢，仓储啊，他个排放成本，他把是比他放心不得。心乱意爱痛爱牵强，你现在就爱这个，哦，所以就社会来讲，这也是哦，风平败坏结束温暖的这个根源。卖讲个人，讲社会，社会哦，那么用一瓶哦的人呢，仅仅不是的人呢，社会这个风平败坏结束都温暖。
因种不尽这个人呢，在上位者当然也是分透明的。啊，这就我们在做讲，对这个人就透明呢，就可怜呢，他变成到这个社会上面啊，都会来恶结，来恶结，不相爱，恶结做父母，做老师，做官，甲社会唔一样，总该就可以一个回头。所以咱们在途中，到你头里弯，那你跌得很惨的，哎，然后叫你一次啊，你再惨的改过哦，安尼咱都不行。如果呢，量平贵行，啊，他也不变三心不变金属啊。所以咱呢，咱们做天下成天下，量平贵行，企业呢，无奈。三行要普遍行事啊，所以咱对咱的话，咱的佛言，不但是将同情心，我们归个，咱来参与贵族的那个家庭亲善，这个安慰，哦，可以当崇拜敬畏，是咱做道中这个先人下应该做的，所以咱就很恭敬，不斩不离的一切，但是对这个先人下。安安上树个那个话，听人出来做，一旦边工一点，一旦就是多一千一个方面，这是咱心里真能讲，应该是啊。这也是啊、哦，这也是人生路了，应该必备和无用心之类啊。哦，这社会人都用眼睛看，一关心价值还是多了。不得已不用心去的，很早，所以早好多，之后早学了习惯，所以在上位人应该先变成大官的，啊，在上社会前，啊，先等，先啊，应该爱先变成大官的，一官两吏，多用接纳不自知，得奖太多，引转。一年不行，这样才会当避免个人的混乱的力量，消灭社会混乱的事件。所以呢，安尼呢，咱呢大家有一颗宽容的心，哦，来宽容伊，来慢慢来开导，顺缘得祥，转些恶性的物件、恶性的性质，慢慢来改变，哦，慢慢来改变。小孩看边界，都不得方便。如果仅仅都用钱准备现金，用钱用钱而别人意志，所以啊，处贫困也并无吉言安贫道德。所以呢，起码大家了解，虽然都用那个东西，透过钱，你透过宣传，透过景点，他会开班。啊、哦，他用钱了，用钱而别提及，随处贫困，也并无一旦安贫道德，安贫道德，天哪，这里太严重了，没有土壤和钱，天哪，安住的太难，有些不断来发现，但是我们不要看，慢慢去体会，哦，那土壤被放空掉，那心里真的艰难，就把这个。社会，我用哪进步社会的概念，这是我们的意义，我要带来讲几篇文。好，我们就到这里。那个，谢谢，哦，谢谢啊，谢谢谢谢。哦哦，他们他们谢谢谢谢谢谢，他们他们谢谢谢谢，还好好。对啊，恭喜你那个徒弟。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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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精辟起来。对啊，这些门第十四章啊。对啊，已经贴出来对了。已经贴出来了。对啊，安静的读到家。
咱读到迄、那、落、個，有啊，祖汉，即摆来要读祖汉第九啊啦，啊，咱太白白白，哦，咱即摆读到这，哦，读到这则啦，哦，第九节啦，对啊，咱头拄仔在讲的拢，讲到这个要点，啊、哦，这嘛，到这也不到遐，哦，对，对，真可怜了吼，哦。微微动动，在在交织微分呀。哦，哦，微微哦，真好。哦，哦，咱得读一阵子。啊，这基本就是，这就是老路个，这书书皮。对啊，对。啊，咱讲读过来十档个，敢是基本个？嘿，是哦，吼，啊，遐早着咧卖啊。这车足古个。哦哦，是个，是个，是。嘿嘿。他们呢？哦，谢谢谢谢谢谢。哦，他有心。有，我一好像你找是找不着，都找不到。有啦，你都你听我讲，咱即马读到太平，啊，即马过读到珠海。哦，太平哦。有大本的呢，有大本的，咱个看的，即马拢印只大本来看的呢。哎，那是咱看一本大本的。对啦，是用台台台本里底啦，是用我阿哩前日对工头，你看我对这出来是不是？哦，你这够了，哦，鬼鬼洞洞，然后全部人围台，不简单，都好好个。哦，就用心了，好细微，无简单，无简单。啊，这笔啦，这看卖，这本册是啥？《四书北魏故卷》，《四书北魏故卷》，啊，民国偌济年出的？看是六十年啊，五十年啊。我看有，可能一年去掏钱啊。安尼安尼掏钱看啦。哎、欸，你看袂出是第几？哎，看袂出第几年？啥物时阵用的？哦，谢谢哦，感恩啊。要用心啊！要认真的读书。台南市东陵街卖啦，新洲册局，看无看无，民国几年出的？看唔系偌久出的册。讲师好。舜有神五人，治天下地，武王法，武有乱神十人，公主法，才人不知言何，公无知者，无书为先，有乎人也，有人之意，参闻天下有其意，以福属因，周之德，以可为至德也已。
里呢。阿婆稍微先站在猪呢，大不那么呢，从高粱进豆浆来想想，那你进豆浆的这个工匠人才，那不是很简单。他说呢，那你豆浆难怪呀，太严谨，他腰带，他心思呢，咱就是难怪，因为如何于出现大豆今天腰带，一旦出来，出来就让豆浆做难的，啊。是贡献多给这个事业，但是对咱豆浆开发的帮助遇到小可啊，这风险你都蛮难讲啊，灾难啊，每一条真正人才不是遐简单啊。现在我有这个事，顺便呢，伊帮助伊第一天啊，有好的代事，有物有质啊。有客有歌谣，太无个人企业大事哦。所以时阵了解将这个地位传给咱顺治了哦，伊用这无个人天下大事啊。那么古王呢？伊讲古有乱臣是臣，伊讲我特别叫我用到边端的这个大事来控制咱个财源。哦，每得到真正人才，唔是太简单啊。不必然哦，敢不是嘞？难道不是这样吗？哦，所以还是希望，咱有用啊，咱培养咱母亲，是否也真正认真来研究？哦，开发咱的动物，对咱的地方，对咱的土壤，对咱的祖孙呀，对咱后代，听我是想听恁先讲。做事的台湾，从各位台湾人个研究，哦，所以这个官咱做事以后都去做，无偏方官，但是这一做的人就是咱只个移花哦，所以咱来下边，孔子来讲，当务之急，无书以前哦，这是讲当然不通哦，当然而且是搞古书的。到我到分手了迄个时阵，迄阵才去分手者。但是十个人内面有一个查某，就是文武啊，有福人的有仁义，实在真正帮助啊，无往不谢，教会人命，教会人命。那么这个有福人的这个文武呢，伊充满智慧，充满智慧。所以迄时阵，文王。福田啊，三分之一。今天啊，讲三分之一的人来啊、哦，来服侍这个文王。但是文王伊的时阵出来革命无果，伊原在以后是阴调，是帝王。九七年可为纪念啊，伊放出来何乐？何乐讲阴调呢？文王的德行，文王到尾的德行，哦，也才讲达到点的最高的境界。最好的天地，气节是最好的天地。啊，是孔子曾经在咱的边疆的诸侯老大部的中国特色。啊，所以希望咱学习，而我咱得到，要咱来研究，真正在地来做，在地来天公一点，咱几十年时间，竟然，哦，竟然几百年都没有。是咱这位英明，哦，唔通看轻，唔通看轻。所以呢，文章写出，文章是孔子明日读书读到古王所说，无有乱世，杂事是真。啊，孔子平常读书到，这时阵读到就古王在讲，讲无有乱世是真。因为因是太阳，知识天才，虽然人生，但究竟天才呢？作恶作干坏，哦，知识的人才，那那点东西，唔够究竟，人才嘛是作那点呀。咱个标配个真正是，真正的严格反科，过来严格来严格就怕病，嘛是不对啦啊。
所以才能建立起宗教的观点。有次忽悠一见天拉起一个不偏不畏心情畏情人才，哦，像那些那些哦妖怪那些忽悠，天然刚开始变装的不偏这些人才，要人才，哦，那两个都是三好几的人才，三好几相关，喜欢的人喜欢到五颜六色，哦，再那么多地方。上千后面出来了，一些情况，所以这些人才足够了，咱都要培养人才来帮助咱的都会去练，这是足够的。以规矩规矩，人才齐心齐啊，贫富不相，又如何变？人才为人家的心情，还有温馨使用考量，所以咱就。对呀，一定爱从心里来行，哦，心里来行，爱靠着心，心做事，慢慢来行，慢慢来行，慢慢学，认真，认真来研究，哦，所以先到先，第二点，就重要。不能无往有志歌的第二点，所以空性人也必来占了。空性人呢，就占了了我们的舞台。空处为中，哦，空处为为当中呢，才能一下人才。三分天下，一三分天下，一下的分别，占处分别，人才完人才人别完人别。人别将分路一点，人别的空分两个不哦，也就得行。啊，所以最好暂时在空。修其间，东西天来人舍，哦，修调为这个道点，以东西天来人舍，相丢是一统的观念，哦，相丢呢是讲是一统天下，日本人呢只是伸手以这个方便之意啊，但你有人心用不来错，啊，这就是苦，啊，所以要做好先。功夫王法兵啊，有主，其他两个王姓呢，这样就变出来了。哦，王姓和功夫王，王能够写在和功吗？也是功比赛。哦，啊，何况刚刚拿来呢？哦，如果我们老王太在，王太在法兵，李光启。哦，李光启人家的是千秋一小之长。三界之人到一度，温度一度要一度之不了。啊，讲之前归不了钱，啊，就差了，不是七。啊，七里香不是三，真正无义，七里香是三种的，三种的。三界之人不是一度，三界七无义啊，两种的是一个普通人。讲温度一度要一。我聽講，哦，開一個地方，即係另外一個地方，點啊？離婚之餘，可能話聽講錢啲保護，啊，所以咱了解。真正，哦，真正修行學道，會當得到錢甲義。孔子在《論語》裡面專門以修，哦，就講是以仁為中心點。孔子呢？哦，迄个时阵人生都搁较乱，所以孔明出来个用其来保护千里不强，所以孔明哦孔明用其，所以以心立德啊，亲情团结，那以心啊立德德，含亲情含亲家朋友都有关联啦。如果能作为天下之所属。本能是以德性来做代志，所以呢，安尼人拢顺从伊，是否都归向伊的人格？是否呢归向伊的人格？所以三分天下有义，所以这个事情，哦，天下呢三分，两分呢归向这个道，是基本性归向伊的，这个就是公平性，伊就能归向这个道嘛，所以。
虽然条件这场有味温柔，但有一天那之势。虽然那个时阵的条件呢，足把人对温柔，足把人有味，唔够温柔，我来做一回，但有一天那之势。以用人用心，都是温柔，关在用个情修，但是这个时候，我不勉强自己，亦不勉强。观啊，何无开始之心啊？你绝对有一点啊，传达的这心理。所以孔子他绝对赞美温柔的气节，孔圣人呢，他绝对啊，绝对来赞美这个温柔的气节。故太别比天那雄，天那雄为气节不一样，那太别比天那雄为气节。啊！但气节问题，他不怒其言，不恼莫疏温丢，是帝王丢人，哦，威王。所以呢，用这个，用这个气节，这个问题来讲呢，啊，这是，哦，这是好些文王他不讲的，也就是来讲的。文王呢，莫疏温丢，莫疏这个帝王呢。帝王帝王可以当发威干，啊，到了武王的时阵，帝王啊，这个帝王有个十臂杆修成遗嘱，用十臂杆当从这个遗嘱来关，遗嘱呢出关，遗嘱在走，所以遗嘱在对，遗嘱在走对吗？本先知三人全体斩妖啊，斩斩妖级。风雨丢风云结事，所以文条里面的这个大事，三人全部是要怎样啊？来，来出昆杀一杀，来关斩一斩。以帝王呢，那时阵都风云更加事，所以王的意啊，他这边这是有主处的王。不顺无不往的起点，这是帝王该是处的，然后顺给了不往的起点，但是就是空性命，有了不往那不往啊，你从各位这些，所以起码呢，慢慢要这个了解，真正得做上天转难，啊，难必有啊，是我呢，唔谈真正。祝万勿我不甘言语，回音息，日地好何归时？恶已惑，日地必何不灭？以僵邪。以尽力何过乎？故我不甘言语。
要对天上求他，要众人心中对他，对吧？以地利我不变，不惜呢拿利用来里面，以后教官继续恢复，啊，以为你不借完钱，以用钱，以把那些用钱来面，啊，都挂出卖，以前的我不好，啊，都挂出卖，那唔过呢？以穷在天，贫穷在地，哦，来比最低最低干钱地方大大变，哦，就要把你来父母干钱，从心里为了父母干钱，不给好点，啊，你才讲之后之后，我不可能这样讲，这些所以你要改。既然来到家。过去虽作反兵还不散，但不透过咱人生打拼，又过好多以后咧，咱心地来行。啊，年纪较侪了后，先看开当过，咱人生间常常养成，见物件拢是假，见物件是假，以前是水哦，落幽河，你敢想想？你大作恶，落幽河。啊，永远满足只是三餐，啊，喝下大老也有半宿，富有富得的财富，啊，啊，人情啊，满足见人情，所以呢，这他就企业的那条海，固定做到红的，以为用心，哦，以后以用心，啊，所以这就是对我们的好话。门的钱喝，钱钱喝，啊，两千六百多元的钱喝，啊，一中先门的到处喝，门前这个放不放？啊，所以那些其他的其他钱干好，从你回来前就是四年，你让你几十个矿脉，咱们把它化为肥料，咱们出卖。嗯那些老年，啊，上海人干，以前我好奇那些事呢，不是我的事呀，这事都是爹讲的呀。嗯。在经济呢，啊，工作战役无往不前的一线的，以前那爹要求对万民，哦，两国，这是一般小人，一旦富贵，以后以后都用家的表。他好这样子，这是咱世间人明白啦，一定安尼啦。一旦回来吃好的，他当然买，拢吃啊买。啊，这么多经济，他当然来吃，来穿，来养食。所以一旦富贵之后，只要用钱去用，他好无这个样子。我我有边地风水之空。有王爷今仔当做啊，有王爷就本来，伊是尊教的是敬请因老爸滚来治水，啊，只要无成功，尾啊，顺地当敬请的有王，顺地当来治水，只要他成功，所以咱用完啊，诶，这农业的这个基础，就是伊个固定的。对人民公劳尽呆。无意可言，对人民的这个功劳，它才是一种的功；对人民的这个东西啊，的这个功劳啊，极大无意可言，伟大无上之神。有政治天下啊，地边人心富庶，这个是真的。越是这个天，天下地边啊，人心富庶难回，一可以一可啊。也用尊处，用尊处又何为理所当然？伊个时阵，哪个养成一个嘛应该啊？人啊，实际，实际人实际，伊生活非常艰苦，对有生活之物一无所知。不过迄时阵，古代人伊个的生活非常艰苦。都有生活的物件还不值呢，伊袂去甲伤害，啊，一无所知。
平生所勤劳，拢是人民的代志啊！平生所勤劳，都是人民之事。所地的修行，也拢是宗庙了的之类啊！啊，所以地念啊，全心不息之类，都是宗庙了的之类事。可见你念念在民，护国家是安全。可见这是固定的。也心念念念，啊，一边国家的安全，是咱真，咱前人，咱点头书，咱前人写念念，伊拢是众生的精神体验，啊，也是用心。所以孔子呢，啊，站在山，站立已足可以，为天下是吧？所以孔子呢，是啊，站立了这个屋顶。可以修理，可以照顾天下百姓啊！可以照顾天下百姓啦！哦，每一个人都来好好这个土地，所以这是真难得，真难得。好，咱不要承认三七十六十高，教师度的力量。哦，我们教师度的力量，虽是一时都是一个欠薪，但是咱。控制下的是啥？就是涅槃的方法啊，涅槃的方法啊，太平。听好啊，以太平啊，太平以可为基底啊，以太平是啊，是当公当母的烦恼生，本来是也是地，不是呢？以前的老爸作修修了这个啊，这样子烦恼。所以，伊就造出像这个，因这个地位的烦恼，哦，这个因修理，按修理达到怎么样？哦，来了解。从现在当中，太平以可为基底呀，以太平来达到基底，是做多大功德？啊，啊不然呢？不然呢？不回头。教师不能见不言，也得显得言，我们这场合是完全好好的对象啊！大家别要什么什么的，这个工作嘛，你得搞。
所以他会在监狱啊，但是这些经历红兵，红兵一旦把那些退位，隐形的替代的时候，换来航班，先进，大概是从客户的编辑，在会写的时候才会讲出来，不用举办讲座出现关掉。那么他举办光到太远，给就。书啊，书几几细，宛归几乱，庸庸火，隐匿在，我讲武汉的这个阶段，所以听得到这个视觉，了得应该比较好，听得比较重要。所以从情况限定去提的高，以结构轮到这个小单，啊，住宅结构小，三万不低的低，啊，不住啊都不低，不然只是输了。我是讲好，即应该，即个人对人是每一个人是互相肯定起来，所以就欢喜。即事情呢，即是寻求讲咱人才，咱人才的迄个高的追求。所以呢，即个人是专门在讲这个嘛。那么官位是啊，官位是时间的一种。用用哦，是讲安尼，听起来足新鲜，足新欢喜的出来子。所以呢，盈利在充满了这个，你看，听起来感觉哦，足新鲜啊。所以这是空性的呢，你占有这个健康的权益，是健康的权益。啊，其实咱。已经有了解这种机会，能了解这情形。咱若有机会，能去了解这个边细碎的个，这是空性里面。事业做了后，当然要落户，这是三细碎的个，就是要自己，哦，这是重新一世人的一个做。所以，一做不满意，啊，快要结束。可以想到一种来，路是边界边，路是边界是吧？你老公呢？是周文，啊，这个周武王，封老公，封周公，老公。所以呢，老公是周朝的这个后代，啊，所以呢，边界地一定来围剿。都是不言哀伤，会占这个啊，这个时间范围之中，都啊，都是不言啊。那历史之间是一古代的这遗风的啊，是过去的这应当甲相接落，再过三代，范围是时间的时间，范围是时间的时间。空气里面沾痰味，好沾沾气味，啊，都是不言哀愁消。这是经，这两个关于之中呢，是不浓啊，这是温度，这是纯的气，啊，这个是气息，啊，所以快乐，但是不带着忧伤，真悲哀，好不好？但是不想有情节。圣人容易修心解家，圣人很温暖之心。圣人呢，他提交来做咱修心解家，正咱人伦的温暖之心。咱要得修心，变得解家，到这世间变得正人伦，是温暖之心。所以编造起来，最廉刚啊，
思考主任听了顿悟思考笔记，公主听了是他啊，是他评价比较好，听的话就是贵，就是贵气的文化哦，家里人简单，家里人大哦，就是用一清楚的这个文化先建立啊，看想法就比较好，他是小品，看的比较好是小品，想要精雕文化。一定来提高啊！一定来提高。对，我那个先生讲，天下三分啊，有脾气也比较比较少见啊。我那个那个先生，当然脾气大些啊，当地也管他不来。不一定，一定来提前，昨天那个人都回来装修，也进去，所以是。三分天下三分，文武的两分，足佩服文王。可是第二个，先为心大批传文字，啊，所以也不是真正读书最主要。所以将啊，洪庆年呢，他想着过去就表文化的那个东西，他回头来看一下你出生的世界。咱当时也跟这时阵，咱是过去，咱老爸、咱阿公、咱阿祖，哦，跟过去咱祖先，哦，一代一代传落来，哦，这个做人已经做书，这个环境来到家已经拢已经了了，哦，要看这个时代，文化这个经验，啊、哦。老爸老母太老爸老母太阿婆阿妈，哦，都是都开始都，所以咱们了解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结束，因为哪，这结束来是到这个所能来，一些结束的开始，我们认识，来交代的话，来到将来面临的是，是我们每天要的体会，以经历为完结，以德为修心。尊贤，所以我们真正踏踏实实的好好做，哦，为了咱古代文化，为了咱本来咱老母娘遐哩，啊，对老同好即个情谊，所以上一个人讲，真基础是尊贤，啊，先上基的是上关键，所以孔子听着讲。那个时阵，伊所处个世界，应该个变化也认识，所以现在个时阵呢，伊听到个音乐，无非拢是外国、啊、甲英国个秘密之音、带走音量一些音乐，哦，所以呢，伊就一唱十八出去，那个时阵个乱啊，一唱十八出去，所以才。战力，书籍所找的这个观点也是，所以你看看，那就是哦，书籍找这个以后，伊在讲讲非常战力啊，这个事情的这个观点也是，所以，那你想要想想啊，来先德中参加开班，参加演戏，等下呢就是这个事情要，那个要什么？上海人才真正差多，那这边时代，甲钱几十年了，啊，是个社会变化，好是，透过钱的眼睛，慢慢去甲体会，咱才明白这个钱的含义。所以，一个很多，哎，慢慢来改变，咱的过去，啊，要用要。诸愿，空而不定，空而不稳，空而不稳，空而不行，我不知己，我不知己。我以前啊，差不多两年之前，工匠过来是做鉴别的，啊，工匠。先生啊，那小孩
爱国的冒险为春啊，也希望风雨不管啊，真有的真乖真依然的依然的按照一个拥抱啊，他坚持但是我不能我不掉毛不坚持我家里不坚持空空已不行啊，我到来了我把钱给你啊，用不用空所有的啊，他不行不理的男人啊，应该呢一个男人爱找信心呢，爱找下面一步一个男人本身不不是说来在的不相信他们相信一个人不相信空心你在这三种人呢，你不在空间上走，你也得按照按照走，按照人品。所以这是空心的人，刚才既然是屁股钱的，因为性子很小，干的不安够，这方面做不到。里面中考完啊，来跟我听。引丢很多的分布以不能停，所以要说喜欢你一切喜欢的一切是另外的啊，还是前见的所以要说是有人在啊，有人在就是引丢的引丢引丢上就世间那一挂很低的人我们世间的人工作上讲上天啦，是本领大，阿无人性，靠智慧，靠使用啦，足够本领足大，足智慧，但是也贵在足少。上天啦，是讲本领大，阿无人嘛，穿啊，上天的人，伊老就提供无人好，啊，而且呢，本领小。要么不马修，下边人呢不念修，但无名的话，啊，就一般相信这个，哎，像他们呢，一下慢，不也无变着，啊，所以呢，这是我相信的内容。公家都管，兄弟，公家呢，都管都少，公钱都少。这是个空间，本来是标啊，而且一种。那么目的呢？啊，目的价值，不管是中和，但那不难。啊，电电焊工呢，它都是的啊，一元价，不管是靠实心料啊，他们的人啊，靠有地位人都来靠实。这些人从各地有起。这个人呐，实际上就本来就有钱，随时有偏好，也有可取之处。是讲这个人哦，有唔丢，但是嘛，有可取。啊，反正等于讲，反正一旦丧失掉这个上天，一旦丧失掉这个身外人生的这个金钱、性情，就可有。那么接下来一代人的这个德行啊、想法啊、功德啊，既无发表，既无有表，进起来，这是代人生发表产生有表出旧啊，所以呢，这就是也是消极积极啊，发表积极，有表旧，而这个人呢，就是消极的，将来是工作有利。第一级开始，困难的空间里，你空间里的是目标，空间里一样的面对，啊，所以面对艰难是简单，往往啊，机会弥补出现是对方，啊，空间里的空间就是面对艰难是简单，但是当空间开放，啊，但贵族，但。但你过来来加降低的
就我他如不见有降世纪空性里面的机会但爱传奇他这方面的卖过他的机会啊如机会不会好如机会不会好那个也控不住的不然的控公公贵就能发起你的家伙所以阿德呢是对了就你的心但是你低心拿去因为这很温如果最如果最严究不行就可以你现在贵是阿德所以咱会觉得爱国的天就上帝说温柱中的天天是个土地但是咱们时时刻刻爱作主意作主意第三节奉事第三节丢出去安尼咱们人生大事真正回头做起来所以咱讲你喊你这喊个过程中你也感觉讲我感觉很难有拢无咱好歹些我也听无几句我拍住不住有票事情都行不了无去不去问一下交钱都需要接下来这种红色道理就怕电子都不行生存着带起哭的心情但爱主动不行生存带我的心情把它我都能还主你主教不能改变他的快活快乖放下他进去这个概念这个个点跟他的平衡但是他不会请做你归空地你要调动地主然后你公为你要都已经都不让人很推很破坏的路如何管理呢叫伊个一个跳脚、跳手，因时间来讲，思维正正经经主要前边主力边，我坚持好是第一要素，所以跟第二个接触，我前头底下都做到啦，变做变起来我话，你过去做唔到，我希望讲恁已经先在世界上，你听咧，爱做面前边主力旁边。时时刻刻，时刻刻，主动不行的，这是空。请主呢，爱心的主，是将是空主，当然就把应该主动不行。是小主有了，应该的能力，超我们能力，是行政。是，空主这种部位，关转腰位，
出一个境界，存住不歇的境界。风俗这两句，这两句话呢，完全的描写我一个哦，境界存住不歇，不能不歇的，不能不歇存，就把人注意哦，那我就要听过，就一句话不能两个，不那个好不如这些。那个好东西有些些啊，所以这叫我们去偏有解嘛，啊，分别得力有些心啊，啊，有难得来，就是说不是中间漂亮，啊，认真啊，来求进步，认真来分别人家的，啊，面对人家的，你们呢，心不能家的，努力这个心，那家的哪会来面对人家的？三个人面对，但是啊，咱们社会啊，嘛无人，咱的后生，咱的小孩，咱的祖先，哦，嘛无人生敢来讲，这是真的，哦，所以咱家己爱注意，面对人，所以到咱其他人家，嘛，我俩兄弟，哎呀，拢，是啊，足神奇。所以呢，你能不能把握？还要一点攻击观众啊！啊，上等干部，咱可以，咱还能提高啊！啊，所以咱家的，咱家的哪个分面，咱家的哪个努力，是啊，这种是追求啊，一堆人比这比的，是要得奖的赛跑学生，让人建造学生，叫人得丢啊！他不如不听，就是不清楚，关不关不掉。哦，然后那些让那研究，人家都达到了不，啊，研究人家就不。虽然你他，你认真干，认真，哇，这样子关不掉，这个东西不关。财政，钱，伊老爸讲个使，使了上迄个学校个公车，啊伊呢大学读毕业，头届好大学毕业了，啊去做军官，去考军官，啊即个军官呢做一阵，一阵讲我做些军官，啊是啥？啥？从我体外，恁时代我是无当面个代表，体外。为我心，啊！你是人啊，我那个做咩就乖乖听不啦，我都未歹啊，正好啊，你讲真就搞我意思。所以要去博士班，博士，他是当年一年可以呆呆，哦，可以呆呆，而且你不做，我看到你讲，但是我得去西征，哦，西征你，是啊，是啊，啊，重庆。所以咱有当时啊，能讲咱行啊，咱自信。哦，所以我这个朋友咧，就是讲，啊，心存一点点，心存。如果养起这帮企业人，你看这是这个东西。所以咱哪里认真，免惊咱跌落，要多去轮回。绝对有机会咱等你，有机会要跟。所以咱哎，心存了，他不会。你看，伊去做几十年的，所以那个军人，这个军人啊，都做得来好事，当然，就叫做大家一个。哦，这个呢，那本身头脑有啦吼，变嘛一个人，所以呢，所以呢，你要是这种心情，在这个当中，一定会下决心努力。哦，对我一直靠我上维持，安那这个是穿心情克服不叫这个心情，哦，这款的感冒一定下定决心去努力，对我一直靠哦我上维持。你在所学的这个学问有三心有教心志，一心，所以这个学问爱时时刻刻，时时刻刻，哦，总讲究。所以讲信任，他自己在讲，他自己爱实习，哦，不要变化，他不爱实习，就变来不
修待还意啊。那他有平常我能待不了的哦，你能待就是很高兴啊，不是我朋友特别来嘞。咱欢迎伊本来就哦，上天老神，下天老庙，本来几好事几好命，啊来到这呢，我传两两话、三两话、四两话安尼，啊，只爱说你倒去，说你就倒去。哦，啊，咱讲安怎样？咱要到这，搁贵州那个本地，在有平处，这一段话呢，搁到等下去，所以咱那讲起来不休。地无义，哦，啊，愈修愈无好个，哎，就是遐几多个，大年前愈在愈好，哦，就不利于不稳固的因素，他是咱个性，为咱的生死轮回，咱不是不用苦恼，不是不用把人照耀的东西，咱个性的生死轮回，你感到既无既强的境界，哦，所以咱。所以因此啊，更加努力，奋斗不懈，但系更加努力，还是真奋斗，唔通停困，精进不息啊！精进有精，进进有进，一生不能停困。孔子出言：“战必胜。”孔子一句话：“战必胜。”今天起了，提心用法之心。总是怀着了戒心痛苦，不敢害害，不敢伤害。哦，这孔子是当善必善，正显是讲咱一定来放下放下哦，咱才有法度，不然到怀着了戒心痛苦，不敢哦，能办生意，能办大事哦，不敢平稳。这个心情，还带不相信，唔通放生，哦，唔通听话，因为学问无穷，没有极限，学问确实是无穷，哦，你去过一个不得，一个不得，太苦，哦，就是这样。嗯。你们不能讲讲那种，但真正做是不得，哦，但是一经是经得的，哦。啊，清楚人来讲，我文官职业的，嗯，啊，咱来讲经，来清楚，慢慢来提我文官职业去，好，这咱来请一下，你来讲，但是从笔意的端，笔意缩写的端，就足少人得真正到位，好，得真正到位，所以讲。比如说小姐姐的段子比如小姐姐姐的段子挂物咱差不多对咱人生的贵点对咱中国的文化真正的比较来说、哦、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关系、哦、所以咱起码咱了解好的基点像有的最研究不仅仅那就是体现最学开一个进步都是最好的如果进步都比较小的感觉的这一点所以应付的人他不顾及的心情及静静努力付出下所有一滴滴所有大家应该付的人他不顾及这个心情来静静努力寻求住下住下一个高桥的东西他如不救，啊，只爱这一地一所有的，咱今仔日唔爱物件，啊，爱找一个钱的，唔问，找一个卡大的，唔问，哦，卡大，啊，一地一所有，就是在追求心理，一来获得了回向心情的心情，啊，获得了追求这个心理，啊，心理。啊，咱心爱怀抱了宇宙奇迹的心情，以顿顿利益无法无空所有，哦，顿顿利益，哦，是一些强强大一点的东西，爱的出发，哦，出发的各位，哦，一滴一双无法无空所有，一旦买了爱的出发。
好会带领咱现在的难处，啊，困苦之所以，啊，是吧？你想讲可以我们的事，这是在通过什么优价和需要，啊，概括啊，概括成本。所以呢，这块呢就是讲，咱爱这个啊，爱亲情，从细细节起，应该咱家的，从不咱家的，不变咱家的啊，全力啊，全力以赴啊，一做到一定天华的高，是不行啊，天华之上空，天里边不注意不行，哎哎，搞的啊。一日一日，一三五到九三，九四嘛是羊毛，哦，九二嘛是羊毛，二是天牛田，上嘛是羊，下嘛是羊，哦，所以爱注重这些，爱认真也是挺好，你这条路，哪样来到家，你记得吃啊，来过，每天只能活到，啊，这回咱来清朝这个大河开往来。还是几年级啊？还年龄，还年轻的地方，啊，大补习，那可是一年要干，不然就变成。祝愿，祝愿，归归哈，顺物资又添发呀，以不变，以不固变，这是空性，这账面要顺的。有这个天啊，哦，伊无动这上这天啊，动出，哦，因为顺古的顺的是交地来放牧的，哦，交地搬到顺地，顺地才到上这天啊来传古地，这就是用个有名的象征，哦，象征正义，但是讲真正讲天下，讲地下，所以有这块的心。空气年前上的一些顺地和乌地，哎，来谈谈咱们要盖，你看我们是怎么解决？天啊，咱这个姓名都不熟悉，会被偶然之间的撞上，偶然之间的恶劣，叫我讲起。空气年啊，空不住侵占脚，侵占水和布啊。一天呐、啊，为所有的中国一些啊，神啊故，一天呐、啊，中国一些啊，比如说天呐、啊，那么空气天呐、啊、是坏，啊，所以为什么啊，为一些这天，这为的是作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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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会打这位的，对不？这环境在我，也的确可以体验。之外，啊，主动推荐我们是，如有不是有人，既然接受可以行的话，我们那不是有人，既然接受，那父母安排到是，一种事情公事安排到是，公事这个好，读书已经越变现。安人之心的这个高兴，教师无机无变数，教得他顺利，从教我们一点努力啊，从天以外的这个，起码来一点努力啊，谈公善，当以后有钱，莫问公正，以后是有钱，安人的能力是无用，但这个人哦，你心发心正直。然后在虚空中的有钱，但是我们的便利啊是不行的。哦，只要一想走，必须把它走。哦，还是这个样子，也是这个代价啊。一他刚好不一样，一个万一他他刚好不一样，可能被搞烂了，他就都爱看钱。哦，爱老辈的更兄弟，你老辈的更兄弟。讲你甲平常上艰苦的，小弟都在大医院中下课，甲
雕，为了啰嗦，想干过我一条件，啊，他就会是那种很兄弟的跟那个，一直抓也想干过，会有那种哦，咱个个子抓那么招的人哦，吃一锅，哇天，真是好听啊，好听啊，很感动，没有没有感觉，我忘记。我袂当有安尼糟蹋，每日拢要读书，半夜都要读书。啊，你讲我读两年，如果唔好，流放。啊，就有去谈老爸求因，老爸讲你安怎好得唔啦？哦，我安怎好得唔？你就有人给你保证，保证你要读。爱怎么讲呢？伊叫拿钱，拿钱骗你嘛？哦，爱叫拿钱，一块钱拿钱拜门老爸讲。哦，啊，所以拿钱呢，就跟他讲老爸保证。你老爸，你得把本钱哦，干了活了，你得把本钱哦。那你钱要怎么？那钱不是干过谈的来？哦，你得把本钱，那不是他爱钱的，因为不是干过事来谈钱的。能给钱这样？哦，你拿钱，生意就低啊，钱这样拿低。还有本钱，他得看面的哦。你都怕表，你又不怕表，哇，你都你老爸会给了？嗯，是。怕什么？哦，你可以带人保险，保险，那个保险上，你都比人家平安保险上，高中就考考掉，高中就考掉三掉，啊嘛，初中就考掉三掉，高中就考掉二掉，考不了高中的。虽然呐，你前期干唔成事，是足掉掉，啊，我同你讲。所以呢，安吉啦，啊，当然。只可有钱，可是咱管理无够，管理无够，只要来跟你做，不然不然拢是众生，你就无得度过啦，不然你拢是无得度。咱有心，有哪有法啊？你跟着咱去做事的人怎么办？啊，所以呢，有心，所以考不出来分，会不会哦？多不在多，花不在花，能力大就会。讲顺故只有天啊，顺得加稳得也有天啊，伊要上头啊，斗住也啊，哦，所以这是空中转的顺加稳，不离天啊，会属于个中国的特色。是嘛？咱是何用？咱是咱家内，咱是咱社会，还是咱人空高处大？咱是这个苦的叫啊，哦，苦的叫啊，真正的怕病。最后，是那个微妙的显之间，交换之微之妙，一显两边现象，超出了凡人凡夫，也就伟大境界。因为顺德跟武德都是古代圣人之言说，顺德跟武德以前呢，都是因是大官老爷，都是真正去发表。是一种来传播，所以当因为本身的缘由、甲方向，而接受上将成天主，因两个人本来就是安尼，哦，顺利，伊哦，嘛不是出世伫足幸福的家庭，哦，但听着讲，看着伊书写，嘛知影讲伊细汉足艰苦，古代人。帮助哦，顺利而水，那是足艰苦的，连而取就，那是足艰苦。所以，因拢付出到得到哦，得到东西的这个天主的这个成就。所以，以地位为地位上的东西，虽然那是以地位，但是也因为地位的是哦，以重要的是。对自己的父天下关心，对于他的父又天下以礼关心见，是无牛牛发的见，一块这个世间哪亲像？是还这个景象，基地运用自己的财源，为万民服务，伊家己怎样干工，变作运用我家己的财源来为了这万民。对生活之物一无所求，对生活物件伊个条件，房主个特点、个赞美、个特色，非常万个个天分。哦，所以房主呢，就
小丽，学校小丽。刚开始像刚五级、刚中五级到中，再中，三中，不到中，再中，三中。请讲师慈悲，前到中，问到中。讲师好。讲师好。
封住呢，荒岛不住呢，那搞也就是先现金的原因。这天点是叫我先讲述，这是有地先看你看你眼前了，哦，不看到无烦所在，所以封信里面的人讲，人无完路，必有天忧。所以伊无想问题，但化解问题是很难的，所以伊完全接受来这个。啊，所以主角呢就分开来来回答。这个太赞了，是讲空中在闹，又是现实那里。那么主角不住呢，到底空中的是不变？咱老实讲，他比咱了解。哦。人家讲控制我，我按照都按照主控，拢可以言论。但刚刚讲，人不是老就是现人，哦，只要修也要修，要修也修。啊，所以呢，主控就来分别，啊，分开来来回答，有得了不了，就是有跟是了，啊，得了那些。并无直接关联。足够的不是什么信念，是空信念讲出讲关注去，啊，关注去，啊，但是关注去并不是不是就是成信念，来来，咱就从简单慢慢去甲体会，就在人生这个个个体面来慢慢去甲体会个，哎，我一句话讲，多年不足以成信念。多年是什么现象？空住之言被海太占占领，伊是性价的话啦。哦，空住在讲的话，伊的这太占呢，你敢讲是性灵之话就卖了。哦，再来讲，哦，只求下步何其多年呀，来做解释多年的缘故。该说讲以前的德言，正是不足以为信啊！是讲我以前我是圣人呐，我有了这，我了这，我是圣人呐。他们我了这，便也是圣人条件啊！以一德言，主义的意思，以家己圣人讲以德言，讲圣人是讲人才来何乐？讲我还不一样，就搞不怪。主公安来讲啊！不住信念的啊，主啊啊，信我就无，我好不养气搞不惯啊。主公甲讲啊，好不养气的搞不惯这钱，钱恰地不住一线的啊。你讲我是不不会呀？也唔蛮难唔蛮问我，要我教你什么呢？所以呢，主公甲讲，你不会呀，就是地位。你搞不惯就是有钱出，钱恰抵不住，一定是圣人啦。讲圣人呢，哦，主公啊，讲这种啊，了不起。哦，三千弟子主公是先摆在德言，哦，不做偏误的时间，摆在主公。所以伊是摆弟子，哦，德行难念念珠，天将不灵有用，这四个人。啊，偏误知我不足讲，讲话就知我不足讲。正事是一啊，贵咯，做正事就贵咯，啊，那是行啦，啊，天人做正事，他注意啊，做好，啊，文学的嘛，空手三千，弟子人文学上好的，是注意啊，做好上好，啊，什么呢？应该算多年的缘故。正是啊，正是不足以为信，该说多年的原因啊，正是不足以为信，还是讲我是信。以多年自己的意思，如果我是会晓啊，认真会晓还是会晓，所以肯定太赞认为他说多年的看法是对的。啊，封信人嘛，肯定这个太赞呢。也地识不完，啊，前面以德言，啊，来看法是对，
所以太赞美哦，所以啊，伊呾阿弥陀也修心得啦，太赞美哦，太赞美说要开挂啊，故以假如变本圆空，第二假以天哦，以这个意思比较好，还有意思，但是呢，这个太赞美并不是讲以天主以天哦，啊，从圣经里向文第十四章来讲。讲以我食几天哦，真正了解我诶人，啊，天灾尔，因为伊是地神天命，啊，所以天灾会着到什么情形，啊，是因为地理之话，啊，因为讲交上地理上了解诶，才能上天命，啊，所以咱真伫学道，伫修道，伫做人，咱若讲无人管。啊，那肯定我是不知道。咱就是应该学习，啊，做官人就是要学习，应该修。你看，没有囡仔，你修去啊，啊，也无人知啊。我想叫做是人知，你问我无人知，袂使存在。伊讲啥知？你叫我名，是叫啥知？伊讲第一，你知我知，第二。天灾地灾，哦，是讲朴素啲，让这四个人灾，所以就开始，啊，哦，咱哋做成咱嘅第一段，就是天灾地灾，然后非常地将控制在边个，哦，西三边，一言一别是话输不下，西边三八将控制。哦，三七四点六啊！哦，从四边三到三八空的将，下面的意思就是讲，要咱思想有邪念，咱一个人干咱的思想有邪念，伊就知啦。所以咱要足注意，哦，人家讲，哦，讲人情、心情、情情，哦，啊，三情，行啊，做正。讲话也正，哦，啊，生活也正，啊，做也正，哦，咱两个人对抗，哦，所以是因为地理机会，所以就讲，哦，你家己知影这个。孔子少年的时阵，哦，家境贫，家境贫穷，为了维持生活，斩尽铁钉，关到城口，哦。凡用油骂之，啊，用油之术，工作下的时代，不要不惜人家庭的生活，曾经替人去共过辛苦，去共饲饲养饲牛的代志啊，啊，覆盖为批数，这拢是做下层的行业，他一定的行业，可比他的得连。是环境因素，甲自己深入学习过程。哦，搁怎样讲？咱是只了解讲圣人呢，伊的德能是环境的因素造成的。哦，啊，甲伊家己认真学习造成的。讲到这，我啊，也是老感激。我虽然也是有学习，但是呢，足困难，家庭足困难当中，我也是。爱足认真，无认真无法度。哦哦，人讲地位得挂，哦是，会变会变化，得改变，哦得改变，一直爱认真，无改变无认真，绝对无法度改变。哦，所以咱了解一下，就要多有精力来咱好活，有信念做咱的目标来甲咱编织。本就咱读地下真真好，后一千年嘛，搁伫地下去轮回，这才是善。哦，不过信不在头念，不在头念。不过信念是讲重要，但讲重要，是多念也不一定有面前。哦，多念嘛，不是一定面前到多念。哦，就讲出身富贵，是多在多念，就讲。出身富贵，哦，
温柔的子，就讲是温柔的子，哦，伊出身足富贵，但是伊嘛是德才德能啊。尽管德才，尽管德能，不一定成为圣人，哦，尽管这个德能不一定是成为圣人，但从是君主所看重，但是君主的爱情是好，我拢会晓。我们七位办道人员，也会晓哦，做上下礼，也会晓讲三宝，也会晓讲道义，也会晓讲经典，也会晓来讲来家庭访问，也下落来重要。哦，所以君主多才不多呀。哦，以前这个《论语》里面孔子那样来讲，君主多才不多呀。哦，伊有讲多吗？不多。因为孔子一样用是道理，孔子一样用是足认真学，足认真学，哦，我大人也要。所以讲孔子因孔子并无名言，不能讲你将呢孔子因父为孔子并无名言，孔子的病，孔子的不足点不是无名，不足道，哦，孔子既然以无名为病。言定当向上修炼，君主呢？哦，既然以无名为病，啊，那么就应该向上修炼，应该是研究，啊，定当向上修炼，应该很重要。一些边关，君主不去，哦，一些弟兄，孔子曾经讲，君主不去，啊，君主未使成事。气无名，气命之用途啊，往往就限在我种的范围内。哦，不错的，这气命的用途呢，往往是哦，就限在我种的范围内。就是讲，偶尔是可能得地呢，当然可能得物件，得迄个好物件，是得水平啊。不然，实现各方面的功用。我当时的各方面的功用，而君主必须担当各方面的进步。君主呢，要担当各方面的进步，安静的时候，君主已经安静的。所以，当然要很多很多方面，所以需要德行，所以需要恩典。既有我不是佛的，所以啊，君主很先。一百空，无助不起，何解故为？工作不好，不是为了家己的学问，啊，并不是为了要去比起什么，啊，也不是为学问来做工作，去做工业，啊，贡献人这么子，不是为提了这学问，啊，来做伊工课的工具，来去做工业，来了解，来今日成立。是变个啦，伊竞争啥货？目的，我人生在安怎行，安怎做，这条路才顺遂。哦，是改变对个，比较对任何个，这是一种个意思。啊，是无啊，一切都在改变个代志。啊，是实在。祝愿，祝愿，我有你何在？我有你何在？无敌呀！有皮肤不如我，有皮肤不如我。风风如呀，风风如呀。莫可以两端而结，莫可以两端而结。将孔子的讲啊，讲你大人讲我做老，我真正有做老吗？我真正做老，你家己来讲的。其实我并无什么。了不起的理想，原本我呢，其实呢，我并无什么我了不起的理想啊。啊，有一个乡下的人来问我，有一个讲啊，讲啊，哎，讲啊，哎，讲，一个草地人，麦子人，啊，啥来问我？哦，我真诚恳的反复，随口啊，随口来询问伊，伊的问题正反问题。哦，我真诚恳来解
本宫你到底是这问题是什么原因来问？哦，啊，你是发现着安怎样来问这个问题？哦，始终混乱，开始是安怎样？啊，就该是安怎了？问是安怎样？发现着？这样对伊个问题了解彻底之后，互伊了解伊要来问这个问题彻底之后，伊才从伊所知来讲。因为咱对一个新父亲要做一个人，咱也爱咱个了解讲，我是要安怎咱为了迄个，要让你来辅导，要叫你来辅导，咱当然讲出这个原因，我想着啊，对哦，真心无奈就无那时候，哦，无来学徒，无来研究，咱就看看这到底有咩样，咱去那里来。七十岁、七八十岁啦，哦，八九十岁啦，到这个时阵，无研究道理的，工作就无力啦。哦，头脑无用啊，一日拄拄久看电视，看到手机坏，拍迄个手机啊，拍到手拢变变啊，哦，这比较钱的拢坏。哦，这样的情景，控制住天文低。甲慧心有关的态度，哦，这种的意思是控制呢，家己谦下。我问下了，我不了解我，不了解我些啦，哦，阿家哦，你讲讲的，你先别呀，伊唔捌来问我，那我就尽量哦，将你的态度来解解说，来解说我了解，行。在孔子当时呢，伊问下众弟子，邀请师大夫甲国君。哦，孔子的当时呢，伊问下弟子呢，甲邀请师大夫甲国君呢，以及国内外关键文明，始终同孔子合分道的人。啊，彼时阵大家都足了解，讲孔圣人呢，是一个万事通了不起的人啊。哦，什么代志、什么事情，他都晓得、都了解，过去、未来都会当了解。哦，所以，若什么心中有什么怀疑、什么疑问，哦，每一个人无向孔子做请教，也无来向孔子请教。而孔子呢，专门就伊所知，为他人做适当的解答。而孔圣人呢，啊。总会当将伊所知影的为因，甲因做适当的解答。所以当时的人都就是孔子，哦，孔子的学问渊博，譬喻，在当时的人都就是孔子的学问真大渊博，啊，真深真宽，啊，学好啦，渊就是深渊，哦，地位无穷。地位叫地形，地形是不同的人的，地位是不同的，哦，也地位无穷。即像一个人的见识有限，讲到转来的世间，若无透过真理的研究，无透过真理的研究，一个人的见识是有限啦。哦，天下学问，地形不可能样样都通啊。哦，天下学问的地形。可能答案拢会通啊，所以孔子呢，哦，孔子在此天我有必要在，所以孔子呢，他伫天下在讲，我有知影足济吗？唔知啊，知。孔子并教学悠悠来问，这是一个哦，一个教学的问题啊。那就讲一个聪明人，用下的人。来问伊啊，一定竭尽所能的解答伊个问题。孔圣人呢，一定想尽办法，哦，竭尽了伊所能的问题来解答，啊、哦，这就是为人不凡的精神啊！孔圣人呢，伊就是解心灵功为人不凡，啊、哦，他不一样，他不管自己。孔圣人家的心灵的啊，所以咱来了解，
尤其一个空空处以来的肌肤，尤其是一个拢唔捌半下的普通人，知识真浅薄啊，不懂得掌握问题，用心来解发问题，知识真浅薄啊，啊无了解来掌握这个问题的重点，就是个灭法门。是孔子教人不厌其烦，孔子呢会感觉讲，咱人人来问问，大家都相信，别人爱听，咱拢同齐讲，你来接老师，哦，你来接含班啊，啊，你讲啊一遍啊，你还阁听无？咱拢同齐来讲，哦，但是孔圣人呢，伊无讲，伊袂讲，哦，安尼咁讲。所以呢，伊呢一定尽伊个力量解法门，解答。啊，所以讲正法两面来解答，属实属非，好强好弱，对一点对，对一点唔对。啊，啊你都安怎做？对对做起，啊对对得爽，做起来，尽可能使伊会得心满意足。是我这个比喻，让伊心满意足来了解，这是孔子教育方法的规大事，这是孔圣人啊教育方面的规大事，很重要，真安静的来学的啊，读圣人书，用圣人书，圣人哪能做啦？啊，咱怎啊学？要学的。做在心中，啊，做在外口。知而不行，就是不知；爱知而不行，安尼咱来了解。所以，我个是讲，本质不是看一遍两遍才了解，本质是看一遍才了解。一人看，一人看，愈看愈清晰，愈看愈爱看。哦，愈看愈深，愈深刻。你才感觉讲，爱圣人的时代。爱护菩萨的期待就是这样，哦，咱在台湾了解，安尼，咱在一家忏悔，一家，哦，并根据言告过去的方面，哦，其实呢，咱本来是民主的社会，是幸福，这是经济的代志，啊，一家未使分，啊。所以咱一分钱，唔通讲下起我读过也是得读，哦，伊读过了也是，哦，咱来意思话钱你用在，哎，用在，哦，咱用在，咱唔能讲咱该赚钱来讲，哦，你现在要读去咯，他怎么都读过呀，并不得读，那就话咱平时，哦，咱一分三几钱，哦。安啊，安的话啊，心地超前，跟前行，相互协助办，不如未来不行啊。心地超前，超大点子啊，现代跟前行，安怎样来带安呢？啊，对，也对，头的这个来，咱就学会变，不去个研究，不去个体会，咱就完全了解。所以，一以不改。祝愿弘扬不止，何不出陀？我亦彼文龙要分，分有四招，红庙，哦，
弘扬必有第三，啊，五德第水，乐章顺书，啊，是何道出入，啊，何处道乐处书，性人好法，了解何道，一个人，啊，大水大洪水可以给你了解，啊，了解。华语来了解这些经验。哦，孔夫讲，孔孔一种死鸟不再回来的啦，孔鸟不死，一种死鸟不会再回来的，不再回来。河中的龙马，啊，河中的龙马，你再不到虎道来出现。啊，那乌德呢，我到已经有些困难了。所以呢，龙马带虎道来出河，乌德带好不了红花，发现了受害的罪恶处，哦，罪恶处大概一条这个天海洪水在那里头的，所以洪姓人家讲洪河。河中的龙马不再出虎道，不再出现。我一生的理想，日本的理想，也都要从他我实现以后了啊。这是孔子更重要的一些看法，所以能进入我们的道路，有点困难的人。所以遇到困难，咱来想办法。过去圣人的办道嘛是足困难啊，也不是咱真的困难呀。孔夫子呢，去周游列国办道，办甲道不能行，还将弟子讲归无，归无活动是消除空间，空家清楚，官家无所不晓，十成的弟子个真爱落魄。改正弟子搁再来修道了，哦，所以咱来了解，所以你年轻的弟子呢，拢是宏观大面啊，所以我从得重体，都我来行，所以是姊妹咱进先的结果，爱得重体，咱不是名为着名，咱不是为着利，为着众生，为着咱的姊妹。可以感动归动，会当为了人民做事哦，咱来咱的社会哦，这是咱的责任。你莫去讲咱，以为讲咱敢无法做人安呢？不见得。孔圣人少年时代嘛是心情足困难的，足困难的，足困苦的，人就无人做，所以呢，我也有啊。啊，我讲，果然，心转入业就业就，心转入就业就业。你得把皮了，啊，这两句话，一家子们嘛得记。所以，心爱皮。那这个年龄，你去唱歌的钱，人开头的。哦，卖讲唱歌的钱吼，家己孙子有些。啊，咱都会当过就好啊！用爱为咱的未来，为咱朦朦渺渺的这个前途来开发，来开发，开发一条真正哦光明的大道。所以咱千万不能讲，不能说人话。属于西方一条路，灯光照耀在眼前。故为。各个都爱去。这门书咱贵的大钱，父母的大钱，哦，孝顺的大，孝顺的大哈，咱，哦，咱的这门书，咱记了西方一条路，不然记了西方一条路，都有功德，都有德，成功教育在眼前，都得教。因无定，咱接咱的
给今天来去买大的苹果，大小就叫好品，所以不能够再买卖，哦，不能够再看后天那个人当，后天是第几个人啦？你个小阿头哎，为了希望不可以啊，咱的希望不可以搞啥物事？凡世八宝嘛，大家出世无半死，相处嘛刚刚，踮在世间哪面望死江山后来，渺无。啊，想者特别有影。阿公阿妈拢等你了，阿祖阿妈拢等你了，伊就带三个囡无，带三个囡所以来，哎，放下了一切，心向伊得，我如何心向伊得？你后日得一定会成，无迄个心转去得，得会成的啦。哦，所以进单一些暗中间，多数有上年纪的人，哦，还能拼什么呢？你得改了想，我还够心面在谈变啥货呢？我只要调节的可以跟人拼过，进哪边股票边边开，他才就开。这个卡卡卡卡弄生啊，弄生，真正不要这个老人家弄生啊，那边边上火哦，边都会弄面条，那都是上面弄面条，弄点火的，弄点火的，到尾啊边四年，进步很多啦，边三年，哦，要么是都行，四年我行三年嘛是都行，除了落雨哇，无皮雨哇，我想讲要来家，来这个。一旦来无皮哇，大天嘛去行，一早行就变嘛，一早行就变，一步行就变，哦，行了年，你无行，他都年会，你无行，这个电脑都无啦呢，这一点道理呢，哦，只要看人呢，你行，也要有条件的，不是真的行，不是真的行，你严重，不是在压先生的呢，哦，但你要了解，这一位小位。人间就是安尼，人讲一日三言，三日有言，有言成的。哎，哪里讲到这呢？哦，我的朋友王和平先生，一年滚头，好一日习惯连尿花火呢，没事都不会去困农村，都困你医疗，都困你医疗，不会困农村，可能困你医疗。哦，来，每年前。好天的功夫就安尼呢，我何止讲咱是要练成一个佛菩萨，一定爱国家给咱的脚步，哦，这里面的好，一种是空中的，总之是空中感想，哦，讲说没有圣人的灵魂，自己用世行道，一生完已经无希望。不来是的，哦，孔子迄个时阵已经当代过，迄个时阵无真正搞圆，我那个时阵修条规里观念呢，先啊大乱啊，哦啊乱世就无圆观啊，啊无圆观呢，伊就我得用照圆观来圆道，啊我得用照圆观圆道，迄个时阵呢，就无啥人去信道啦，哦，那了解，修理，何妙计何出道？是古代相传圣王在位，哦，天下太平的相随。洪亮是如何出道？就是伊个道夫在要打开封建，哦，圣人在位的时阵啊，哦，天下太平的相随啊，哦，大都要封建，大都要封建，天下干的人，天下干的太平，没有，这个卡住了，卡住了。我也不会说话，我也不会说话。
所以呢，要快，都会不顾我们发这这回，都会不顾新加坡，所以都是让他用那他的脑子，他来画这个目标，他走，他来走就走了，那样，这个是，都不参观那样，是啊，比我家里那里好，哦，所以呢，要快，要快些，哦。所以孔子继续讲的父兄是的第一次言王不言我都不能给他感叹啊。孔子呢讲的这个朋友是有何之道的这个经验啊的这个经验讲的这个经这个相随这个、啊、安详可随来因此言王不再不言我都不能给他感叹是控制这里反对有的困难更来有的困难更来刚谈归你的刚谈所以咱们来了咱们还行啊有的最是反对有的困难更来怎么样啊想一想回想一下我怎么办不着办不的心起来呢当人家办得那么好呀为什么这样呢很感谢我公公但你心不满那里骗但你生来希望哦自行都必然去做点交先有这个问题我就担心你爱小公那里骗我担心我啦哦那真正分析你不怕哦就不跟我们解过出来他们那里骗掉那里骗他们那老表肯定啊你这个人蛮笨的哦而且呢他们生来说只我老爸都不听啊！我老公我老爸都不听啊！只我两口人蛮听的。你家是大哥，我等下到别个家，这个等你爽嘛？直接直接听吧。那我也是那空空嘛，想一想，咱就该想，想如根，单打如不将来。那不是人家的讲吗？人无完物，必有缺有。你就系完物，想一会，想一未来，这个。靠不养来变成安怎样？想不起来，人生才是快乐。哦，这是真正的。所以孔子先当东周的时代，孔子出世是东周的时代。周昔之先烈已经随你啊，周朝的先烈当然已经随你啊。哦，文王、武王、周公、先。本来武王就讲先王迄个时阵已经是人过去啦，哦，已经是人过去啦。天下的诸侯纷纷，啊，皎皎纷纷，天下诸侯大家要做啥？你讲，今晚要选总统，大家要出来选，大家要出来选哪？政治，不是能做一出来尔，后日我去搞事，我做过了，做满了去搞，哦，后日我去做新党，我是干的。别人家己啊，他就想应该做总统好，唔对啊，做总统做不啦。哦，啊你唔管你我搞我，你搿个命无。哦。我开始死啦，啊，朋友不断军啦。哦。金钱大事啊，事事都是。但是后面为何都没到我那个时候呢？安度也是。哦。所以经济不将他们啊教教人经济你都不将啊所以孔子呢所以孔子叫关怀救谁的钱啊经济不将啊所以孔子叫关怀要救谁的钱啊这是怎么想的啊所以经济不将啊让你得亲让你牵连他破掉了还有这个得的这个热情啊他这个热情还有得的国家开放啊不是看我嘞，自己还想嘞，你老公伊，伊，伊去国外，拢伫咧开便钱嘞，
哦，现在还不到这呢，哦，嗯，那人家来，那人亲自给他给我，哦，亲自给他给我，比赛我都要想，所以帮助人，哦，不要就写这些钱，他的肌肉也高，有杀猪哦，希望蔡英他出家，内地加钱钱，所以肌肉也高。只要每一个国家去用煤啊，去用煤啊，哦，煤到无功能吃啊，哦，所以，哦，所以呢，伊就是安怎样，伊放煤放放大煤拢无要紧啊，含田肥佬咱都较少，哦，讲伊脚步拢是倒，所以呢，采用了伊主张的劣地加前进，伊是希望去。有三十个诸侯，所有列国的诸侯会当采用伊的主张，伊的主张啥物用伊的啊认证来建立同时的社会。啊，咱进出列国得开放认证啊，所有列国遐个姊妹了解道宝贵，哦，啊实行这个道的真理，啊，所有的社会当变变，哦，这个是咱将来要出。亲自实现改革社会理想，洪信林的亲自实现改革这个社会理想啊！但是孔子呢，真无得志，因为这个人爱死啊，混呀，够无？嗯。啊，咱若发生过，孔子先生叫三步嘛，我叫请出来。水家先生对后边来，伊就出去啊。水家先生出来，来讲，来讲，孔明、公子甲先生啊，哦，得其主不得其死啊。哦，得着老弟是真正真正做个人，但是三国都无解归老弟啊，三国是要归司马懿啊。哦，解是归司马师啊，司马归司马炎啊，所以哦，哎。一时一情，虽然进在办不到，是啊，足困难，咱就经验足困难，哦，就是这个情形啊，哦，无得着真正死得无着，哦，哦，所以呢，大家去办不到，你不要不要，我咱都真正都主动做那些呢，哦，那那时候，他在哪都在练一练。在你那方面，你看咱能真本身动那个啥，我们也不是这样哦，要干啊，所以咱控制呢，但是控制全部的钱，管理管理不来，噶管理呢无得钱啊，管理管理不来，最慢就完了，真正是足的苦，足的苦哦，那等下报告天啦。温暖如故，到个天哪，我才是这个情义啊！清理自己，言不容易得罪。伊才深深了解我讲话，拢无人要听，啊，我来道拢未行啊！虽然进出的蛮多，伊个姊妹等下有啥歹咧想，我叫你做，你拢不做啊！叫你安怎做，拢唔安怎做啊！这是言不容易得不行啊！所以。是，就是安尼啊，咱要尽量就好啊，尽心去做好啊，所以才发出这样深入的慨叹甲感伤啊。所以呢，伊在底下还有深深的感叹，哦哦，慨叹甲感伤。你来恁咧讲啊，哦，你对中上有类似的武器之间啊，对内面的思想。阮话走出来啦，哦，就默默低调。唉，我真无聊，走来走去都无人知影我的心啊！啊，咱进出去开放菩萨，唔知影咱的心无？少啊！你敢问我咩？福建前人家出去开放内政的人，敢有几个人知影伊的心少？哦，默默低调，都不能行无碍。不信你们去，大家啊，大家这么讲嘛，都不行啊，行不？
我都办年纪了嘞，我要加这摆啊，这都还能会补啊。后面老头都已经该死了，死了还能会病啊？你看少见。哦，有急救仪啊，中文我从外面去带回来所在啊。哦，是啊，帮助壮年企业哦，但壮年企业帮助是不是抛掉用摄影机的这情况啊？哦，咱来了解，壮年时代帮助呢，是无时的时阵无抱无抱掉这个哦，因为用摄影机的这情况啊。哦，咱进前呢，咱这前面这样子到这个时阵不时阵的时候。哦，我无咧对开放比赛啊，啊，从到袂了啊，到从平安啊，到从快乐啊，啊，有囝有孙啊，有媳妇啊，有好囝啊，有好啊，啊，唔过呢，伊爱遐个，爱好伊啊，爱死我天啊，干来重视了解，多来实践啊，这才是重要。所以他站立台地，啊，是高。诶，利欲之欲啊！伊家己讲，我是一贵，哦，我是一份足宝贵的药啊！哦，啊是安怎无人从我这个药啊，大家拢从我这个药啊当作石头啊！哦，可惜，是不哦？可惜，哦，天时无要符合啊！哦，培养实现自己的理想啊！伊家己的理想呢，我当时。所以过千谈之，所以他不是做咧拖大腿啦。但也正因如此，才使他转为到了三千地主啊！啊，拄着一款困难呢，哦，伊正只要我着办得当当来，当来落户，上面种地主做一个当来，啊，搁再来底下交农地主，到了地主三千啊。哦，并重视古代文化的经历啊！哦，重视古代文化的经历，将到青藏之中啊，将到个藏民内面啊，哦，造成对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伟大成就啊！哦，造成南京我都能找到真多啊！哎，那我一定来教育孩子，将到个藏民。用语内面呢，重点经典内面，咱要去找对对的，结果啊，上。